在9月推出正规二辑 Born Pink， 在那之前暌违歌坛近两年的他们以先行曲 Pink Venom 回归，一推出就空降音源版，可见粉丝们等得多心急啊，甚至都还没登上打歌舞台就夺下音乐节目冠军。然而他们早在25日飞往美国，将会在当地进行回归宣传，也会登上 VMA 颁奖典礼表演，让韩国国内粉丝不免惆怅。但在28日的人气歌谣中竟能看到 Blackpink 的新歌舞台，原来是 Blackpink 在飞到美国前先预录好的表演。 YG 娱乐表示，虽然没办法延后到美国的日期，但成员们纷纷主动提出，即便少睡一点也没关系，一定要登上一次音乐节目，因此以事前录制的方式进行，不但是这首歌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舞台。 Blackpink 也感谢粉丝们的应援，这唯一的韩国舞台真的是要且看且珍惜啊。